车，你再倒后一点。好了，准备开始装油桶。OK。先勾最上面的这个吧。哎，好，油桶没有爆炸，我得小心再小心一点，轻轻的，装好了，再勾一个，卡车可以拉走喽。卡车现在到哪儿了？哎呀，糟糕！卡车发生了事故了，我们得去救援。车，别害怕，你先待一会儿。啊，不好，这里着火了，我得先灭火。啊，没有效果。挖掘机，把油桶勾到水坑里。忘了，赶紧上来救卡车吧。卡车，准备好，我拉你上来。哎，用力，再用力。哎呀，卡车，你没事吧？这还剩个油桶。帮卡车装好，小心地勾起来。轻轻的，好了，可以拉走了，这回要小心一点。放到对应位置，
爵起五福正在呼呼大睡。哦，巴士这是怎么了？饿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五福五福，快醒醒！五福，我好饿啊，可以拿点吃的过来给我吗？刚好五福这里有好多个蛋糕，可是拿哪个蛋糕给巴士呢？这里有奶油蛋糕、蓝莓蛋糕、芒果蛋糕和草莓蛋糕，就给巴士拿奶油蛋糕吧。出发，给巴士送蛋糕喽！哇，好大的太阳啊！蛋糕都被晒得慢慢融化了。情况很紧急，用力拉秃秃。
避龙卷风的地方。哦，帐篷，可以躲到帐篷里去。不行不行，帐篷可挡不住龙卷风啊！糟糕，巴士情况危急，五福，快过去救巴士。
怎么了？糟糕，巴士的轮子陷进沙子里了。嗨，巴士用力。不服，巴士陷进沙里了。哎呀，巴士出不来。坚持，我一定能找到水源。咦，巴士呢？哎，又惹出麻烦了。我来帮你了。不用力推巴士，巴士也加把劲。哦，可算出来了。哦，什么声音？终于找到水源了。巴士把探测器推开，五福要开始动工了。他等不下去了。五福五福，找到水源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哎，五福到底有没有啊？有有有，石油！哎呀，原来是油，不是油！巴士和五福被石油冲上了半空，他们掉下来了。哎，好像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有水喝了！巴士和五福去追雨喽。哦，没有追上，可别放弃啊！糟糕，打雷了，劈中了五福和巴士。蜥蜴来到了他们旁边，鄙视地看了看他们，然后飞走了。哇，原来前面就是个大水潭，这下可尴尬了。五福想要敲碎这块石头，可是敲不碎。五福很失落，是不是挖斗不合适呢？去换个工具吧。五福回到了基地，先叫醒突突。突突，醒醒！突突被吓了一跳。突突，我想换掉挖斗，升级一下我的装备。突突先来查看一下挖斗。升级什么装备好呢？看看基地里有没有合适的。不，钻头，可以换上钻头试试。突突拿走钻头，巴士正在呼呼大睡。巴士，醒醒！让一让位置。五福，快上去维修台吧。准备升级啦！先卸下五福的挖斗，再用机械臂给五福安装钻头，安装好啦。五福，去测试一下钻头好不好用。突突在想，用什么来测试呢？哎，巴士推着石头过来了。我们可以用这块石头来试试。五福准备钻石头，用力点，五福。哦，钻头坏了，石头也没碎开，图图还得再想想办法。过来看看钻头，想想还有什么可以用的。
还真的可以。升级完毕，五福回去工作吧。试试这块石头，耶，成功！巴士、突突、五福，今天我们要去采石场干活，出发喽！到达采石场啦！小红、小蓝下车搬石头，搬起一块石头。今天此路段施工，禁止通行。挖掘机正在清理危险的石头。是掉进了坑里，别担心，我去找人来救你。挖掘机，赶紧上来！麻烦你把巴士拉上来吧。
看把挖掘机给累的气喘吁吁的，巴士要小心行驶，别开那么快了。这个路坑太危险了，需要填平它。哎，看，这里有石头，就用石头来填土坑。勾起一块石头，先填到坑里，再勾起一块石头，哎，把它扔过去吧。一、二、三。你们看，土坑慢慢的被填满了，最后一块石头了，放在这里吧。哎，好像还有一些缝隙，挖掘机再去勾些泥土来吧。哦耶，挖掘机你太棒了，赶紧把泥土填上去。这下土坑填满了，过去压结实一点。好了，施工完毕，小朋友们，我该回去喽，拜拜。你们看，巴士正在路上行驶。嗨，巴士！不好，前方有一块尖石头，可是巴士并没有发现。突突过来了，蜥蜴的
大腿被仙人掌刺伤了。五福带蜥蜴回基地治疗吧。五福把蜥蜴勾起来。突突，你帮忙带蜥蜴回去吧。放到突突车厢，出发返回基地。到达基地，五福准备把蜥蜴拿下来。维修台上，巴士还在呼呼大睡呢。巴士，巴士，快醒醒，快去医治蜥蜴。巴士正在寻找药箱，找到了。巴士过来，打开医药箱。巴士，你先按住蜥蜴。身上的刺拔出来吧，可是还有些小刺拔不出来。巴士在想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忙，想到了，打开医药箱，拿出放大镜。巴士在用放大镜检查，还有小刺。五福把小刺拔出来，五福再把小刺拔出来啦。巴士拿些绷带过来，巴士来医药箱拿绷带，给蜥蜴包扎伤口。好啦，治疗完成啦，去吧，勾起蜥蜴，放到车厢上。突突和五福回到荒漠，再把蜥蜴勾下来，放回荒漠。做得太